我话我搭错线吓，咁啊首先由玲玲姐同阿卜，诶点样搭错线法先？好，嚟玲玲姐准备好啦喎，预备。唔多唔少啊。开始第一题，有祈福党呃你，你会讲？我全家都好幸福啊！香港打工仔最想同老细讲乜嘢？而家先。太细啦，我睇唔到啊！亲热嘅时候。男朋友是想听你讲，几时加人工啊，大佬？立到骨灰庵的时候，这个人会同你讲，再嘈就同我张佛旗。另一半同你分手，他会讲，有咩帮到你？阿婆睇啲字报纸，啲字太细，会话我哋八字星座血型都唔夹啊！老师对住全班学生通常会讲。唔好停啊，多啲啊！去饮茶嘅时候，侍应通常会讲。先生几位？钱嘉乐做电影动作，导演会讲。嚟多听啊！见到朋友俾人呃，你会讲。你唔系傻噶你啊！四题啊！三题啊！四题！四题啊！系啊！中咗啊！喂喂，你。你聽過屎忽撞棍未啊？撞咗四題喎，你四題啊，好嘢喎！好嘅，下一題。好啦，是後是低？好，開始。喺條街俾人撞到，你會講？老細大力啲得唔得 ？OK 喎。去名店買嘢俾人秒嘅時候，你會講？我憑實力得翻嚟㗎，差咩？按摩嘅時候，你會同技師講？一試啊你！老細叫你入房照肺嘅時候，你會講呢條咩嚟噶？去婚禮祝賀一對新人，你會講？哎，呢單嘢唔係我跟開。去到魚檔買魚嘅時候，你會問咩啊？我而家俾唔起咩？女朋友俾六母你带嘅时候，你会讲白头到老，永远单身。讲反话。你夹极都夹唔到嘅公仔嘅时候，你会闹咩啊？你个嘢坏咗啊？哇！你朋友借钱唔还，会讲咩啊？睇路啊，靓仔。都得。见到好憎嘅人，你会闹佢。你个贱人！好嘢啊！我又系你知唔知自己答咗咩噶？我唔知噶，我都唔知你答咩。你真系有表情啊！好嚟，预备，预备 ，OK， 系。阿仔帶女朋友翻屋企過夜，老豆會講：咁多人死唔見你死。係喎。見到仇人會講：得。啲綿羊仔係點樣叫㗎？キモチね。推油嘅時候，師傅會同你講 good take 嚟得噃。導演最中意講，請雙方接吻。朋友奉子成婚，你會同佢講記得帶套啊。啱噶。玩完遊戲，掌門人都會話咩咩咩。結婚交換戒指儀式之後，證婚人會講唔該你啊，除衫先啦。另一半同你按摩好舒服，你會講作鬼作情。民間驅鬼儀式通常會講咁唔小心啊你。好，就係得喎。